Yeah, you felt like that. You felt that too.我们没有蕊过要讲什么，完全没有，我们自然而然。你开了？我开了。那我来看看可不可以吧。好啦，看一下。Hello， 大家。Hello，Hello。点歌单怎么会有点歌单？你说有点歌单这东西啊？对啊。好。那之前。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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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样。但我关掉，为什么？我全关了。你有，你有，我全关了。没有。为什么？等一下，等一下。那怎么办？他在讲的。跟你讲过有回音。期待的微风。不要唱歌曲。等一下。 我们来看看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哎，他们自己打开，你看，你看我，你看我。<笑>这样，好，好了，还是不要连播，我们就两，这样就好了。 有吗？哇！呜，这样是对的吗？各位，这样是对的吗？好了，好一点。好一点。哦，那这是什么？你按什么？我按静音啊。可是你静音的话，就更加什么都听不到。那看看，那我按静音。你按静音，那是听什么？<笑>有声音哎，为什么？因为我又开了。哦，OK。谢谢吉米周送的告白气球，谢谢 Patty 的分享。哎，那我再调一下，等一下。 好啊，是不是这里？哎，是不是有静音的效果？断线。谢谢小杰的圣火，谢谢黑杰克的分享，谢谢维基百科，我们支持你哦。啊，没事。 我掉了，好吧，那怎么办？那这样子你会回来吗？会，酷，这样酷，他主要是没办法，没办法关，还是就讲跟之前一样。 魔术，哎，Hello， 大家晚上好。现在这个声音会好吗？<笑>我知道，我知道你。 这样，哎呀，我们会有一个挡住的声音，然后你的声音就会没那么的。好啊，好像几乎，哦，好像有哎，对吧？对吧？我怕它狗有用，我的宠物。我们开了什么声音特效？哦，就是插在画质有点差这样子。Hello， 对呀。 没办法耶，<笑>但你开的静音，我开的静音，所以收不到我的声音。可是因为我的声音听可以从这边过来，是说这里没有我的声音，但是因为我听到你的声音，所以你的里面
你的影片里面会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会听到你的回音。懂。然后你的声音也会从我的影片里面出来。懂。然后你的声音也会从我的影片里面出来。嗯嗯，好。嗯，他会说画质会变差。什么？不知道，我看不到。我们这边看，蛮清楚，蛮清楚的。或者是那种啊，我们平常拍摄的那种两种角度，这个应该去那。那我在这里边，大家来看一下那个水花影片拍的那个角度。这样会比较好吗？对吧？大家这样比较好，对不对？啊，好像是哎、欸。他说：“为什么要用脸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两个都有部，然后大家也不会就是没办法要两边跑啊。”我们以为，我们以为，但因为我们两个。都要播，好，跟之前一样。好了，就这样吧。再见了，主播。我不会关。OK， 好，那就这样，分开。嗯，大家拿两部手机，还是两个都一起？两个一起吧。一个高角度，一个低角度。对，看大家喜欢去看哪个。一个比较看得到手情，一个看得到双下巴。对啊，一个高角度，一个低角度。那这个要高一点，这个要再高一点。啊，好，没了啦。先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好，现在过了八分钟，正式开始小晴跟艺人的直播。没错，今天要干嘛呢？大家都进来了吗？有没有朋友还没有进来？今天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呢。Kami Idol， 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那个问大家，要问大家，悄悄要麻烦大家的事情，脑袋。没错，我们即将要就是跑马拉松，然后呢，我们在等找那个接力的人，想要听他家推荐。没错，就跟大家想的一模一样，就是马拉松。你要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啊。我都不想回话了。当然是假的。那我们要干嘛呢？那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养宠物。没错，刘小晴的生日会即将会在8月10号进行。哦。之后还有可能会继续开启那个售票，还没有售票的，还没有买到票，大家。留意一下官方，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可能会开，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可能会开，可能不会开，可能会开。没错，刘小晴的生日会，刘小晴的家属会来，家属会来，没有血缘的家属，没有血缘的，确实，没有血缘的家属。买了买了，太棒了！拿照到了到了，没错，家属，好诶、欸、好诶、欸、这样就知道是谁了吗？这样知道吗？应该跟你们想的不应该不是你们想的，我觉得他们想，诶、欸、连线中诶、欸、讯号不好，卡了，和家属。蛮多人，
我还跟到场的大家都是你没有血缘的家属。对，我只是个大家庭。对，好了，也不多，也不多，不能太多。好了，我们现在开十分钟了吗？是时候要公布我们最重要的活动了。我们要怎么？这就是没有蕊过才变这样子，林业云。我来跟大家讲一件事。今天我说林业云，但我好饿哦。大家如果吃饭的话，记得叫我。然后我去问，我忘记。然后你有吃吗？你有点？我还没，我点了，但我不知道在哪。对，就是他点了之后，我去问他说。然后他说哦，你赶快去点。我想说，我就说你吃饭的时候要叫我，不然我好饿。他还说，我说要不要先点？然后他还说，就是等一下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再一起吃。所以我就等他了，我等他，但是他没等我。不是，你知道很顺，就是他们拿过来就拿手机过来，我就很顺的。但你不会想一下，旁边还有一个完全没有吃饭的人。你在隔壁，我没看到你。你没有看到我，你就忘记我了。我们在做不一样的事情，我忘了。然后是你跑过来跟我说，对耶，说哇，可是骗了我，我前一秒才刚点完。嗯，那好，对，我前一秒才刚点，我说哇，但是他也直接不记得我。对啊，确实这个我承认，我完全忘记。这样再回到昨天的事情，昨天为什么？昨天我就约了。就是大家想要拍一个影片，然后他居然来等我，他就赶我走，他说刘小晴赶快走。然后我说哇，我平常都在那边等他，他昨天赶我走，因为昨天有事情。昨天有事情，但是也不急，还有两个小时呢。我没有说我要赶紧走啊，我说我会等你啊，只是给你压力而已。对啊，你还不，但是你也不等我，我等你，你不等我，我等你，你不等我，什么意思？我等你啊。我等，逻辑不好，什么意思？我有等你，我等你了。你当然得等我啊！我只是给了你压力、啊。然后我就赶快弄好吧。他说：“哇，天哪，这个人还在给我压力！天哪，他平常还叫我去，那个大晚上还叫我出去帮他拍那个的，不知道跳几次那个。”救命！然后我要拍的时候，他说赶快。我等你。我过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在拍影片，我就说你在干嘛。你说赶快，哦、可是他说赶快。你们在练舞，然后我就说哦，你们要拍影片，我说我要走了。哎，你说很久了，你说赶快。没有，我说我要走了，然后我没有说赶快，我说我要走了，然后你们就啊。好啊，都这样啊，你都没有，我前面还有一大段，我说没有，我说我要，我直接过去，我说我要走，我说我要拍完这个影片，然后我说我啊，可是我在拍影片，我要拍完这个影片啊，因为那时候十点多了，可是你们不是九点结束吗？我们九点半才结束啊，你们九点半才结束，我们不是九点多才结束吗？因为后面没有我啊。你像后面，那他们也要弄，他们还有别的事情啊。我的两个，对，反正我的认知是九点结束，但十没有是九点半结束。九点半，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还要练那个啊，但那个只用了十分钟。没有的半，有吗？有，我们用了啊，是我啊，我用的那个。你用什么吗？是我不是啊，我干嘛？你用什么？没有，我们大家一起就是那个十分钟，你在就是那个不止十分钟，那个结束对嘛？就是我大家一起教的那个，对，我教、那个、教大家的那个啊，懂了，那我记得了我们的工作内容，那我记得。然后我等到十点半，然后我才过去找你。没有，没等到十点，我等到十点，我十点开始拍，你十点开始拍，对，你十点就开始催我。真的吗？我等那么短吗？我以为我等了，然后我半小时就结束了，然后他坐在那边吃东西，我说啊，不是要走。没有，跟你讲，我就是做事，然后很无聊，站在那边，但是我因为我不想动，然后说刘雅琴在哪，然后他们说哦，他们他你在讨论生日会，
我说哦，那怎么讨论那么久？然后我就继续坐在那边，然后不想动。会对，我不知道蔡澜说的，蔡澜说没有，我没有讨论，所以我才想说我要过去催你，你知道吗？我没有讨论生日会，结果你们在拍影片。那、啊、如果你早跟我说你在拍影片，我就说哦，那可能会很久。但因为我得到的答案是你在讨论生日会，我才过去催你。没有啊，我没有讨论生日会这样。但他还是催我，他一下，他还是那边。然后我就看一下手机，哎，还有两个小时，就是还有两个小时在十二点，那个我们要去的地方十二点关门。然后想说完全还好吧，去才一下下而已。我怕很多人。对啊。但我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我叫他走的时候，他还坐在那边吃东西，因为突然有东西吃。这个是突然蹦出来的东西，不然我应该很无聊。你昨天心情不好？我昨天没有心情不好。你从早上就很对我很多意见。没有，因为我在那边站得好好的，我还在做事，你就叫我闪开。我没有叫你闪开，我说快来这边。我这样子欸，好啦，但就是你知道那个心情，那个心情。早上跟你说欸嗨早安的时候，还说嗨，你这样欸。我忘记了，然后我说哇天哪，他可能刚睡醒，但我不会觉得他不开心，我不会觉得他走心，我不会觉得他不开心，或者是今天心情不好，就是可能刚有时候刚睡醒，前一天很累很早，因为那没有很早，一点吧，一点我是在哪里到的，对，蛮早，在公司啊，我忘了，要不就是睡很少。要不就是昨天晚睡，或者是有点累，或者是没有前面没有开心的事情，没有今天没有开心，没有准备那种期待的事情，所以有点平，所以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后来我想说，就是后来就那个，可是我想说算了，反正就是他，好吧，刚好我就是那个倒霉鬼，不小心接受了一个无名火。对，如果正常的话， okay, 我应该还好，我应该会就是默默走去旁边，就不会讲话。就是、刚好是我是那个倒霉鬼，接受了一个无名火。但因为刚好就是哦很急嘛，然后想说哦那是可以用到好的东西啊，为什么不用？然后我就用，他也用。没有，我就说过去，哎，你过来一点，对对对，而且我还是这样的，你过来，我知道就是林依云的叫什么使用说明书，而且我也不会怎么样，就说过来一点。对，正常的话这个我不会生气，但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莫名的有一而且我真的有被烧，我想说哇这个过来一点点需要那么大的火气吗？我也没有火气啊，我就说不用了。他说我不要，他说你干嘛这样，我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没有，然后你还回一个我本来就说可以不用啊，我说哦，他说我不用了，我说哦不用就不用啊，那可以本来也可以不用，每个都可以啊，都但你知道要用不用都可以。生气的人听到这个会更火，哎、欸，我刚刚才被生气，我还不能再讲一句话，真的是听到这个就更火。反正他还是用好，我还是用好，我很快就用好。因为我说我不用的时候，我已经按储存，我已经用好了。但硬要在那边，我不用了。对，因为没有，因为有点 delay， 然后我就想说，看都可以，就是快一点比较好。那要想说那个很快，一分钟就用好，不知道就很快。然后晚上还那样子，我就想说，没有。而且我说我要走了，你什么时候用好？而且 我明明我态度没有很差，就说我要走了，你什么时候好？然后没有，你没有笑，你没有笑，你没有笑。那就是很累的时候，但我态度就还好，就是我也没有生气什么。但你突然哇，你催我，然后反应超大，然后就前面还有两句吧。没有，我第一句是说我要走了，你什么时候好这样子。我说我在拍影片吧。没有，你我因为我先看你们，然后我再看你们在干嘛，然后等到你们空档之后，我就说我要走了，你们什么时候好？这个要录一下，你就先。哇！你追我，绝对这绝对不是第一句，好不好？没有，是真的是第一句，真的不是。我第一句真的不是我要走，你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第一句是说我要走吗？因为我真的很想走。我说我要走了，你们什么时候好？这样，我没有说你们要拍多久，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好？这样子，没有，你们是这样子，那不然我说什么？我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反正我第一句我绝对不会说哇，我干嘛看到你我就哇，你没有，因为我催你啊，因为我说你什么时候好呢，就觉得你催我啊，所以就哇，然后我想说哇，为什么那么急？因为我是很平淡的说完的，就跟我跟你说过来一点点，我就说你这么的，差不多差不多意思，然后想说为什么要那么情绪那么大的波动，然后我就说哦，我来看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好，那我就走了。没有，你没有那么那个。但是我是很完全没有情绪波动的讲完 这几句话。没有，你不是，你有感受到的不是，不然去问那两个人。可以，陈宇真还说啊，好可爱哦这样。因为我说我没有要催你，我只是给你，我说哦，我要。我没有催他，他觉得你可爱的那句是我没有要催 你啊。他说我没有，我没有，对，我会等你，只是我现在在给你压力。对，然后我就对，然后他只是针对你这句，觉得你这句很可爱，但前面不可爱。叫陈宇真来，他走了啦，他走了。没有，但我根本没有我完全，我只是觉得我想回家，然后我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生气或者是怎样，我完全没有，我只是很平淡的讲完这一句话，然后结果你哇啪啪啪啪啪，那我有哪有这样子？你有什么没有？你这样子让我很像一个坏人一样，我一直在那边。你前面也是讲的很像我一个坏人一样。我没有啊，那你确实是啊，但我确实是啊，确实是啊。但你就是情绪波动太大了，你知道吗？那你知道我等了你说，你知道我已经很急吗？自己也很急啊。我本来你知道前面我等了很久，然后我已经很急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又赶快叫我催我，啊、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平常都等你，你今天居然跟我说叫我赶快走，我想说我平常那我为什么那我平常也可以这样子啊？他说他昨天就是这样，他说 我就是这样都等你，对啊，我平常都等他的，那为什么今天我有事情你就不愿意等我了？我没有，所以我才有那一句我没有不等你啊，我只是给你压力，然后我就走了，这样。我现在很难过，对吧？这句话很合理啊，我没有不等你啊，我只是来问你什么时候好嘛。那什么时候好的？各位，他那个时候没有给你压力，没有那么温柔的讲。没，我就是很平淡，我就说我没有不等你啊，我只是给你压力，然后就走了。这句话比较可爱，前面就是我要走了，你什么时候好？这样。好了，算了。跟你说，这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会。不开心的事情，就是我没有，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恶意，我没有觉得你有恶意啊，我但是你心情受了影响啊，可是心情等一下等一下，那有情绪怎么了？我可以有情绪吧，情绪过了就好了吧，过了就好了。等一下，但到时候有情绪怎么了？那时候有情绪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啊，对啊，是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觉得你有恶意啊。对啊，我只是觉得你在催我，那就是过了就好了。对啊，对吧？但我要就是因为你觉得我那时候态度不好嘛，所以我来跟你解释，我没有态度，我是冷淡的讲完这一切，就是冷淡的点，对吧？哎，随便，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点。哎，我们是开始不来吵架了吗？对啊，结束了。失败的红女友范例，说你啊，那你们觉得解决？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那我想听你们的。这个叫 T 跟 F 的差别。这不是吧？这个是啊，我是说，这因为情绪起伏太大，所以我真的就是怎么说，我不会，对我就是不会，我就是不会哄女友。对，我已经忘记要讲什么了。原来是看争执，就是不会，哎，没、哦，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为什么我现在会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吃东西。你知道，有人听说林依云没有吃到东西的话，他会很生，哎，你会很生气，心情会不好。但我现在还没吃东西。然后我是那种很想哭的人，没吃东西真的很想哭。不知道，我看状况。也是啊，忍得住就忍得住，但我好饿。我没有去看烟火吗？我只看到了刚刚的火，那个火花。刚刚的烟火不够大吗？好，正题应该有很多人为了看吵架进来了吧？这个正题就是，虽然是这样的我们，但是我们两个要一起开 YouTube channel， 耶！
不要，只要开直播，脑袋吵架。也不是，耶、yeah! ，没错没错。但是呢，因为切入正题，好，切入正题，荒谬，没有，但我们只想说很荒谬。嗯，就刚刚吸引了一些人来看。然后大家去那个讨论区说，这几个人哎上钩啊！原来也是被骗来的。对对，没错。欢迎大家订阅。但是呢，因为我们是讨论了要一起做这个东西，但是呢，因为开频道呢是需要名字的，没错。但是我们两个的小脑袋，我们小脑袋呢就有点想要集思广益。对，就是有想到，但觉得大家一定想到更好的，一个 T 一个 F。一个 T 一个 F， 那我们叫 TF Girls。感觉说又说一个 TTP TF Girls， 好，开玩笑的。那反正就是现在想要跟大家，今天跟大家宣布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想要跟会在我们的 IG 上开问答箱，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们一些 idea， 然后就。很幸运的话，就可以可能被我们 pick up， 然后凑频道名称，收集中。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明天啊。明天的几点？12点。睡起来。睡起来的时候。对，我们会开个，我们会开个几天。对对。啊，那就是一个人。然后我们也想要跟大家收集一下，大家想要我们拍什么类型的题材，然后，对，然后就是大家想要看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就分开。对，有一个名字。我跟林允提了很多次，我们要聊一下这个直播可以怎么去讲，然后他都没有要理我。我说那我们就这样认识，他说哦都可以啊，然后说哦好。我就是一个都可以的人。那就是我们一个人开名字，一个人开。一个人开那个想要题材可以啊，你要什么哪一个都可以啊，剪石头，剪刀 ，in the 人选，要剪刀石头布，那我要题材，那小晴的 IG 上面呢会问大家想要看 YouTube。频道里面放什么题材的东西，或者是你有想要我们做什么企划也好啊，或者是说想要看什么啊，想要我们就是说介绍什么啊，聊天戏啊，玩游戏啊，什么吵架戏啊，什么都也可以，对，隐藏互相整对方，在对之类的，就是欢迎大家的各种题材都可以去我的 IG 那边的问答箱，明天会开，明天开始开，可能开个一个礼拜之类的，然后。就是大家就可以踊跃的去就是投稿一下，那易云的 IG 呢就会放频道的名字，就是如果大家想到有觉得还不错的名字的话，还不错的，对，什么就是什么，那要说就是包含有关于我们两个的，还是就没关系，就是无设限，随便，无设限频道名字，如果你想要叫疫情也可以投。你说要完全无关什么足球大联盟什么的也可以投。你说我们的频道就叫做足球大联盟也可以，然后里面完全没有足球。被骗。也可以，也可以，欢迎大家无设限的发挥创意。对对对 对，蓝色监狱，蓝色监狱，对，蓝色蜘蛛，彭德，我要什么防风什么防防风少年，防风少女，防风少女，我们是破防少女。
破，我们说破风，因为有一个动画叫做《防风少年》，对。然后呢，我们在动漫漫步的时候，然后就看到那个人形立牌，然后零一他就说，他因为刚好已经就是播完了，已经播完了，可以开始看了 ，Netflix 可以看。那他就说，那我们可以一起看。我说好啊，好啊，我们一起看。然后我们一直就是因为我们不太认识这一部作品，然后后来就一直说，叫什么来着？什么风什么少年？破风然后就有人说破风少年，也是破风，感觉蛮酷的。对啊，破风很强，因为它是一个不良少年的题材的打架类吧。热血番还没看到，对，看了一点点，看了六分钟。我跟林依云看了六分钟，我不知道大家开始大概看了主角出来了这样。对对对对，然后男主出来而已，对，男主角出来了，然后想不起来到底叫破风还是什么防风，然后说他叫防风，防风听起来很不帅气，就是好像防那个防风外套的防风，对对对，防风少年，然后说破风防风，也叫破防少年，破防少年。对，听起来很脆弱。是的，是的，破防少女，我大破防，我真的是大破防。但其实也没那么夸张，而且主要是昨天我也没有吃东西，我真的要哭了。你要不要吃？以后要不要吃东西？真的，我昨天19:30结束我才可以吃，因为一直没到东西，一直没到。吃什么？吃那个蔡安安帮忙买的。9:30才吃啊啊！对对对，真的很饿，就是真的想哭，饿了就想哭。哎，你东西到了没？哪里？你不是叫东西？你说吃东西吗？对啊。你没有点？没有，我问，我怕你错过。你说现在拿过来吃？什么意思？你们的已经到了。哦，你是不同间。你没有订哦，我们是订同一间，不是吗？我不知道，我是麻辣烫，就是那个卤味那个吗？对啊，为什么林昕突然哦？他说林昕已转账，对，有想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到底到了没？我不知道但是因为刚刚也来不及买，所以不确定，不知道到底到了没？但应该到了吧？现在都2小时。应该吧，但我不知道，没有人跟我们说到底到了没。对，没关系，我很会忍，我是一个很会忍耐的人，很会忍耐，但脾气会开始暴躁。就是，可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人家惹你，你还是会这样子。对啊。那你就还是会暴躁，那不可能没有情绪嘛，合理。但我是通常要有人点燃，我才会，但。我没有点燃，我会自己爆。没有，跟你说，我突然发现你真的很像我妈，因为狮子座。我跟你说，突然发现，对，没事，我爱我妈。那我该怎么做？没事，我妈这样，我还是爱她，所以我你有吗？她在过生日快乐。我想我生日的时候，林议员也会传一个帕恰狗生日快乐贴图给我，因为他忘记了，然后他还忘记那个帕恰狗可以改名字，他也没有改成刘小青生日快乐，他可能会传一个帕恰狗生日快乐给我。的一个故事，我会记得，经过这一次传给我妈之后，我会记得改名字的。我在我妈生日的时候传给她一个帕恰狗生日快乐的截图给她，然后她就忘记她说什么，我忘记她说什么。但我不是那种，我是那种人跟我说生日快乐就已经很开心的人，就算你没有改那个，我也会很开心的。有她到了，刚才那她很久哎，她16分钟前才到。谢谢。的，最近。东西很多，很乱，对，最近比较忙碌，8月比较忙碌，没错。欢迎，生日快乐！今天是 今天是库洛米，库洛米，对，库洛。预计第一集什么时候开始呢？会在决定了名字之后，然后我们要先创频道。但是预计应该会在那个演唱会后，
才会开始。嗯、对，八月底，八月底左右，对，到时候会通知大家的。没错。好，就是猜到这个直播大概会照，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宣布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就多多的帮我们宣传出去，然后帮我们集思广益。期待大家的回复，订阅分享。好期待啊！终于可以开个 YouTube 频道，我们可以讲那个，嗯，按赞、订阅、订阅、分享，什么？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你想讲，都给你讲。订阅、按赞、分享，谢谢，谢谢礼物。没错，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叮叮叮叮，开启小铃铛。希望可以做一些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受限，说一定要可能只放舞蹈影片啊，只放音乐影片啊，只放 vlog， 就是没有一定说一直做这个，所以看到我的 IG，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的。想看什么就说，跟我们说，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拍好看的片。对，然后顺便呢，开了个，我就知道我们这个不会耗很久，我们就大概用了十分钟，但我们来宣布这件事情，吵了很久，吵了十五分钟，吵了十五分钟，有问答箱。会有机会看到美妆吗？有提有机会，但林依云几乎都没在什么认真化妆。对啊，我都没在认真化妆。但是那个频道也不一定只有我们啦，就是看情况的，可能会也会邀请各个成员来玩。没错。嗯。声音怎么了？麦克风被压到。这样吗？你确定？这样？可是刚刚一直都讲哦。没有，他刚突然立正。哦。我刚好看到他立正的瞬间。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欢迎，现在还可以去填那个问答箱。我来看。啊，好好笑啊！有人说什么？等下，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他说鼻子啊、哦，不是鼻子，哎，那不是我看错了。好，那看这个。觉得两人在各个方面看起来是很像很搭，还是很互补的很搭啊？其实是没有啊，我们不好也不搭。你们觉得嘞？你们觉得在外人的眼中看来，但是很合得来了，就是这是算互补。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嘞，我们是互补型吗？我们是，哎，算了，我也不知道。谢谢包容，我也不知道。互相包容型，看起来有合得来吗？但是，嗯，合不来的话也没办法，吵完架就和好。但又我们是马上吵完，然后很快没有啊，就是事对事啊。对啊，事对事。哎，他就先走。反正如果我今天真的跟他吵架，那我真的不要做那个林依云。突然生气的那个，就是那个你过去一点点的那个，嗯，突然生气的那个，就是我没有，我就觉得哦，他可能今天心情不好，因为我会觉得我受了莫名火，无名火，可是就是会觉得，哎，就是感觉放着就就算了，就会没了，所以就结束。然后那个也是，如果今天真的是点燃了我，踩到线，踩到那个尾巴的话，我会先走，离开这个磁场，会比较好。对，先问 Aki 还是 Fit？ 哎，走心的次数比较多，我不知道哎，看情况。看情况，看什么事情啊？
但是我觉得不，大家总会记得不好的事情，没有记得快乐的事情。虽然是走心很多，但我们一起玩的次数也比走心多啊，所以也没有那么夸张。你是不是不懂我在讲什么？走就是现在这个印象就变成啊，刘晓晴很爱走心，只是因为走心的情况比较好拿出来讲而已吧、嗯。但是我们开心玩的时候，我们各种吵吵闹闹、开心笑的次数会比走心的次数多、啊，所以我们才可以维持我们的友情啊。啊，确实，这样懂这意思吗？对，所以就是看起来好像刘晓晴一直在走心，但其实也没有，就是开心比较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突然？欸，但我觉得放在手机上比较危险，嗯，因为一直敲到。这个不开了，你等一下拿那个公司要工具。也是。这档，你的还是我就看这个，你的这个会让我都看了、啊，都看。不然第一集就是走心大对决，谁可以让小晴的走心更严重？那你那一集会很受伤哦。对，然后大家就要可怜我。你那一集会很受伤哦。真的很累，这个世界就是 everyone 会受伤的世界。然后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可是，如果可以变成 T 人的话，谁不想变成 T 人呢？你说怎么不让变成 T 人呢？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当 P， 我也很想当 T 人。我是 P 人没错，我是 P 没错，没错。但你想当 T 人？我是 F 人，但我也是 P 人没错，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P， 所以才会。比较好啊 ，P， 我觉得 P 比较随性，都不错，因为 J 不会觉得 J 不好，嗯 ，J 不会觉得 J 不好 ，J 会觉得 P 在干嘛，嗯，就说你们这群 PK 有一点计划嘛，这样，然后 P 人就觉得我们很自由啊，怎么了？对，太阳恩一起拍，可是太阳的程度又，太阳恩。不一样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在意的点不一样、嗯、对、嗯、每个 F 有每个 F 在意的点，对啊，其实我觉得那不是 F、欸、那是我在意的点，他们专踩我在意的点，他们就知道，我跟你说他们就知道我在意什么，然后他们也不想不打算记住，他们也没有打算记住，然后就是没关系要去踩一下如果怎么样如果我今天是我的话， 我知道你那个点他感觉会有点在意的话，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了。等一下我还有，你看我就知道你会那样，我也不会说哎、欸、林雨走开，我也不会讲的，我说林依云过去一点点你看这就是我对待我熟悉人的方法，然后他们就说哎呀呀呀赶快啊，又回去又来了这个话题。好啦，大家又被说刘晓晴就永远过不去，会吗？会。那还好，你都过来了。对啊，我都过来了。你都已经跟我们走到了现在。对啊。你看，然后他在说刘晓晴又惹事，我不讲话。什么又惹？什么？又吵回半小时前的东西。到底谁是天蝎？对啊，搞什么？你干嘛？对啊。谁是天蝎？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记性不好，搞不好我也是这样，只是因为我记性不好。但我也会忘记，因为这是昨天的事情，所以记得比较紧。哎、欸，但我昨天是，然后今天你没有提起，我真的会忘记。但我觉得主要是我喜欢朋友嘛，就是我不知道，不是狮子座好像比较重，好，不要再讲狮子座，跟狮子座没关。刘晓晴就是比较爱朋友，所以。我会记得朋友的相处的点点滴滴，嗯嗯，其实这是我的乐趣，跟狮子座没有关系。喜欢人类，对，容易忘记比较好。但我会忘记啊，如果不开心的事情会忘记，但可能不是马上忘，对，可以过去，就情绪可以过去。但是第二点，就我会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可能过下个礼拜我会忘记有这个，但是我现在应该会记得，因为讲很多次，讲两三次，就是以后还是会把笑话拿出来讲。对对，就跟
就跟那个、啊、做梦你的梦一样，就是你如果醒来的时候一直讲那个梦的话，就会记得，你就会记得，嗯，对，一直没讲就会忘记，对对对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记得昨天发生事情。身上有晒伤吗？有哎、欸，很多耶，好好笑。觉得跟易云最合得来的点是什么？哦，合得来，他说合得来的点。我在满脑子都是刚刚吵架，他说合得来的点是什么？合得来的点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本身蛮好相处吧，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到没有合不来点，就合得来了。对啊，对 ，key 的地方吧。都可以，都可以啦，随便。哎、欸，我们 对，我们然后又又就是嗯，都比较随随随和，对，嗯，要吵也可以吵，不吵也可以不吵。对、欸，但我觉得蛮好的，所以真的就是吵完之后就没了。对，蛮好的，不错。很少遇到那种吵完之后就没了的人。你说真的友情没了，还是没有？就是过了，过了，过了就会过了。对，因为通常还要在什么？我跟你说，这是为什么？冷战个什么几天什么的？哦，就我跟烈性。但我们是没有没有吵完就好。点是那个点是没，就是吵的东西了。吵的东西很无聊。对，那东西有点太无聊，所以没有必要拖一天。但我好像跟林雨不太会。就我觉得吵架是有趣的，但是当就回想是有趣的。你不是吵架很有趣吗？吵架就是搞什么情绪的碰撞，吵架是有趣的。可是就是哎、欸，我刚才想讲什么？就是嗯，争吵的话就是没有到真的要吵吧，因为东西都不严重的事情，其实都没有很严重。嗯，之类的，跟林允合得来的点是这个。而且觉得林依云，因为我会觉得林依云应该没有很在意的东西，但是我现在，但我这也是成长的我。嗯，就是感觉大家不会很在意这个点，只有你在在意这个点。嗯，好，那就是什么？他们吵架的点吗？还是什么？对啊，或者是吵架这件事情。对，我是一个不会在意吵架这件事情。就是、对，所以就是那就是别人也不会在意，你在意只是浪费自己力气而已。你看这种地方，我也在学习，所以不要再说。对，就是这个。不要再讲，就是踢人，不要再。你知道上一次我在。直播上我也是说，我说 Tira 不要再叫 F 人，为什么这样子了？真的是很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那样子。有啊，上次我直播有人就来跟我说，我再讲一次 Tira， 要不就别讲了，太难了，就别出声了，好不好？你就陪好不好？就在旁边。我说那天、哦、我有说那个，就是有两个，对，那两个 T 人在讲话，然后他们说 F 人救命，我说对不对，对不对 ？OK， 好，哎，也没有到 T 人 B 的，没有，也没有到那么凶，没有到那么凶，对，可以就是。不要再用那种啊，没事啦，然后他插你，没事啦，干嘛想那么多？你干嘛想那么多？一点都不痛。就是下意识又会讲出这种话，你知道吗？就是下意识就会讲。他说：“等一下又说，你看这种人，你看等一下又说人家不安慰你，也不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哈哈哈哈哈！他们现在也是 T 跟 F。你好 T 哦，在，不是这个意思啦，对呀、啊。好笑，笑死！哎、欸、哎、欸，上次
没有回那个答案。Aki 的零零赖最喜欢成员，零零赖最喜欢成员 Top 3。零零赖不就三个人而已吗？我选我有零零赖 Top 3。第一名刘晓庆，第二名刘晓庆，第三名刘晓庆。有没有和 Aki 在英组时期最暖心的时刻？有没有跟考哈伦在英组时期最暖心的时刻？英组好久哦，英组时期跟大家有没有跟考哈伦跟 Aki 在英组暖心时期？英组暖心是什么？没有，重点是英组的事情真的开始忘了。嗯，运动会之类的没有，运动会。No, 没有没有那种单人的，就是各大大家一起。对，我只记得跟林允吵架的各种事。哎，你那个我们第一次吵架，我完全忘记。对，但是那个因为太震撼了，对我来说是太震撼，因为我真的我觉得我很厉害，我真的是立马就是我跟他吵一件事，然后因为我后来。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做错，你自己要自己错的时候你会要不就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厉害，我就是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说，就是一转，就是原本我是这个立场的，然后我突然觉得不对，我不对，然后我就把我的，就我从来没有，我就觉得很神奇那一刻，就是我真的觉得我把我的按钮往另外一边调，然后我想说，我说我感觉他。就是他很难过，他很辛苦，我觉得啊，林允好辛苦。然后觉得，我觉得我不对，然后我就立马跟他说，对不起，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是我错。然后我觉得哇，天啊，我好成熟啊！回想，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举动。对，也不是愧疚，因为我们都没有，我们的立场都没有错。嗯嗯。但是他会觉得他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就是我以我的立场跟他讲话，就是我以我的角度跟他说我的想法。然后他以他的角度跟我想法，然后那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那一刻是突然觉得，对我没有了解到他的立场，所以我就，我觉得很酷哎，所以我就印象蛮深刻的。但我完全忘记那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只记得我们在那个走廊，但我就是走廊，我忘记我旁边有人还是没有人，就是他那个姐姐不知道应该有在，但是。他在，可是就是其他事情我都不记得。因为他在，然后就让我们两个讲嘛。嗯，对。但明明其实好像那个也本来没有要讲到那里。没有，是因为讲一讲就讲那里。前面我发生了很多事情。嗯、对。然后就突然讲到这个，是吧？没有，好像也不是同一天诶、欸，感觉是因为连续。因为本来比赛的那段时间就是压力很大，真的压力很大。那个时间是比赛的时候。对对对，比赛的时候也不是说这件事情压力很大，而是太多事情堆在一起，然后就觉得很多很多事情，也没有多好烦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事情。对对，AI 情跟 AI 云的程度以前吧，他们说这是谁？这看起来很 AI 吗？这个是我们去拍贴的时候拍的。去日本拍贴机的时候拍的，然后他给的描述好少，嗯，而且都是外星人眼睛，而且我们把眼睛调最小还是这样，对，那个是调最小的，还蛮好玩的，去日本就要拍这种。OK，to Aki-san， How do you manage a relationship？ 就是怎么跟你相处？没有，他问你。对啊 ，When you both go out， you two may。吵架 argue with each other. One of you walk slow, one of you walk fast. One like to do planning, one go freestyle. 哦、我们吗？我们都互相配合 freestyle. 对，我们蛮 freestyle 的。对，我们出去旅行唯一一个点就是我讲话。会融入背景，然后刘晓晴听不到，这个是争吵的点。哦，真的有点，就那但这个其实也不是旅行的时候会这样子，就上一次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是这样子。比较严，因为一天到整天都待在一起，然后这个情况就会很多。比较对对，就会发现这个的严重性。然后，
就说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蛮爱人很多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牵着手肘，也不是一直拉着手肘，嗯，就是当然有时候逛街的时候会想要那个叫什么勾手，嗯，可能人多的时候怕走散，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嗯，我都说导盲犬，对，我讲我讲讲，哎，帮我看一下路，然后导盲犬在那边走，我是盲人，对对，然后。以外就是通常很多人的时候有可能挤一挤的话会变成一个人往前嘛，嗯，就是一个人就是分开嘛，然后或者我们走路的时候就会这样子走，嗯，就是可能前面跟后面还是有差，那个听不听得到好啊，有可能How do you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with Kohalu？ 再讲一次跟那个林雨欣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维持都是我的维持你也有在维持吗？我这边是没有的，欸，但其实林允比林允欣好一点点，因为林允有比如说因为我们一起看电视嘛，林允会有想要看电视的时候他说欸什么什么出了，然后会跟我分享，然后会说欸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们会互相分享一些我们有兴趣的东西，嗯，这就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合得来的点，就是分享 看的东西，对对，看的东西跟分，然后我们会互相分享，一些事情，嗯，对。某部分，看看刚刚好像有人问问题。你要回吗？嗯，都是一厢情愿。有，好啦，是我一厢情愿。没有啦，也是要，你知道人家一直找你的话，如果你不喜欢，你也会被拒以门外，什么门外？拒什么门外的，然后不会用人硬要用，拒之门外，嗯，对啊，所以也有可能靠近不了嘛，他就是对你没兴趣，就是会靠近不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很友好的一起看电视，对吗？没有，就是一起生活嘛，就对啊，所以还那个的蛮那个的，拒之门外，拒，千里之外，没有到千里了哈。千里之外，对。那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嗯，我觉得有时候，你讲一半，我在想我怎么交友的，你知道吗？但因为我太随意吧，对，我太随意了，合得来就合得来，合不来我完全不会靠近的那种，嗯，对。所以就合得来的人就会，对啊，所以。真的就是合得来，对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也会觉得，如果我不擅长这个人，或者是我觉得我不喜欢他，或者我真的不太擅长这种类型，然后可能不会太靠近，就是应该也不是说不会太靠近，就是也有点难靠近，嗯，因为会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之类的，所以还不如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迎合所有人，就是简单的。社交这样子，对。最近发生的糗事哦，好丢脸哦，的糗事吗？没有哎，毕竟手机都有带，钱包也有带，嗯，悠悠卡也有带。糗事哦，小蚂蚁好像没有，但我最近有一件很 lucky 的事情， lucky 的事情就是我，但是我花了两三次扭蛋，然后我去扭蛋，然后扭了第一次，然后没有扭到喜欢的，然后第二次我就让林雨欣帮我扭，然后也没有扭到喜欢的，然后说好吧，再来第三次，然后扭第三次的时候。
哎呀，你扣分。然后第三次我让林允帮我扭，然后他扭到卡钳，就是整个袋卡住。然后他说：“哦，我天啊！”他说：“啊，怎么还卡住？好麻烦，然后还要打，难道要打电话吗？感觉好麻烦。”那刚好那边就有工作人员，然后就让我挑我想要的。对啊，对啊 ，lucky， 超 lucky， 突然卡住了。好好，真的真的，但是我花了三次钱，所以我觉得可以啦。那个才五个系列，对啊，我都花第三次了，你花了一半了，嗯，总比重到重复的，嗯，开心。好，喜欢易云加小晴，8月17要看你们有没有建议给第一次参加 TP 演唱会的小粉丝呢？就是记得带雨具。还有带一个看演唱会的心情，对，注意安全，然后有什么呢？不要被大家吓到。第一次看演唱会，大家一定都很开心，而且演唱会肯定很嗨啊，大家对。先去买荧光棒，但没有也没关系，也可以轻松的来。可以那个。有的话就比较开心，对，可以带板板，带板板，带扇子，对。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买？对。如果跟后辈有合作的双人曲的话，想要找谁跳哪一首？双人曲不是只有双人曲有什么歌？无望、夜蝶、双人曲。过错，好，我们就来想过错好了。哇，好难啊！假如今天你要跳过错的话，你想要跟谁跳呢 ？YouTube 見るよ、ありがとう。楽しみにしてください。好，过错，好吧。这礼拜就要去那个场地了。对，西门，过错。对吧？叫过错还是叫错过？叫过错，错错过完全另一个意思。对，过错。来，有没有？我想想，过错的话是非常安静的一首歌。后辈哦，后辈哦。我想要跟一个看了不会笑的人。那很难欸，后辈欸，后辈不会笑吗？等一下，为什么我现在脑袋里面我觉得后辈都很搞笑咖？为什么这样？二期也是后辈。对啊，二期也是，你可以想二期。二期绝对是、啊、一起讲。好、啊、好，1、2、3，聆听。哎、啊，不一样，那我想要跟聆听你。你想跟我一起混机会，感觉很好笑，感觉很好看，感觉很有趣，感觉很好看。过错是不是没有公开过？有啊，过错哎 ，SH 的公演了，SH 的二人公演，二人公演，二人歌曲，对，嗯，我不知道。现在公开过，我现在就是在讲公开过的，公开过的。双人 UNI 曲啊，就是公开过的双人 UNI 曲，就是过错跟无望之泪跟夜蝶，只有看过这三个。对，我们是没跳过了，嗯，三个都没跳啊，嗯，三个都没有跳过中文版。嗯，算了。二期是年上之后，对，确实，对。有人说为什么不讲零零奈，就说后辈嘛。对呀、啊，五万我没有跳过，没有在正式场合跳过五万。嗯，他也没有，我也没有。嗯，就林雨欣的演唱会上，林雨欣的生日会上，那是日文版。对，很久没公开。挺多没有的吧。你说很多 UNI 曲双人，因为双人，嗯，看演唱会啊，看演唱会就会希望可以多一点演唱会，演唱会就可以跳很多不一样的歌，嗯，对，
没错，好，那就这样咯。看一下还有什么。T 人一云有没有比较 F 的时候？嗯，有没有比较 F？ 就是你说 F 是什么？感性哦。感性的时候。感性的时候，感性只包括哭哭吗？没有，就是那种难过的，难过，窝心难过，只包含这个吗？我不知道，只看过他生气。对啊，生气算 F 吗？对，我的情绪感觉是生气，平淡，但平淡就是没有情绪啊，就难，我比较少难过的时候，不然就气到哭啊，有食物有关的话就很容易哭，气到哭，哭的话好像都是气到哭。你知道那个吗？對對對，瞬间冲上去那个顶点，然后就会哭。当初讲队长感言的时候，有一段超挺 F 的，有吗？有吗？我觉得很 T 耶、欸。但我听了的人会，听了的人之后有感情的，就是 F。听了那句话之后，我觉得林允讲的好好，然后林允的那个东西好那个、喔，然后我是 F。对，林允就说。希望我们那个小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加继续朝下一个目标进行，前下一个目标继续加油，加油之类的。我是 F 人 ，P 人的意云会在什么场合出现呢 ？P 人吗 ？P 人就是任何场合。P 人是任何场合。对。那一段也是分析过后的 F， 分析过后的 F 是什么意思？分析过后的 F， 你有，还是那个时候你有哽咽哦？你有哽咽？没有，我没有哽咽，我是很紧张，我怕我对吧讲不好。我也是，只要讲感言的话，都偶尔多少有点紧张。那个重要，我怕我讲不好就不一样，事情就不一样。你讲得很好，对，谢谢，就蛮是紧张的。你真的讲得很好，那再来就哭点就只有那种吧，就是因为真的还蛮舍不得他们离开啊，但四周年别开不是那个，不是要公布，是四周年，是什么时候公布一起生演唱会的时候，对，就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反正那两天我就哭，大概是我人生哭最惨的，也没有到人生，对啊，就是反正那段时间在 TP 里面哭的最惨的，就一起生演唱会，一起生演唱会，对。要看一云哭也不是很容易，没有啊，蛮简单的，蛮简单。然后你精准的踩到那个点的话，就是他就会，我会火山爆发，对，他就会火山爆发给你看，就是那种气难过哭真的很少，但我很容易气哭。对，我会瞬间到那个简单的，到那个临界点，然后就对啊对啊，就会边简单的边骂边哭。诗雅毕业呢？诗雅毕业没有那么的，所以吧，毕业有两天嘛，前一天，下边有两天，没有下边就一天，是下宣布三周年的时候我有哭，然后下边的时候没有哭，而且下边那时候就最好哭的那个孟志恒给我蹦一声就，蛮落寞，那个蹦完之后哇情绪没了，蛮落寞的，落寞。落幕 ，end 落幕，对，我突然想到，落幕的意思是落寞的意思吗？不是，它是 end 落幕 ，end 对，落幕。宣布的时候，你知情所以情绪先处理过吗？我那个时候在很紧张，end 落幕。孟志和 MV 看到哭，看 MV 的时候好像蛮好哭的，
当场就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最后就大家那个导演就说大家想一下那个你们的那个跟诗雅的一些回忆啊什么的，应该就等那个感觉。可是对，我是那种不太擅长的类型，就是有一点那种空虚感比较重，就是比起完全哭出来，就是空情绪来的比较慢，空虚感比较重。对，消失那一段蛮好哭，而且那天天气超不好，拍 MV 那天天气真的很不好，然后有很多就是我有点忘记，但我记得也是有一点状况。下雨啦。听梦之河很台，但很少听梦之河。未来也，我在那，感觉比较难。听它是一首难过又毕业的歌曲。对对对对。哎，大家突然在我的这个问我们，我开个问答箱开始问那个讲那个企划。明天开始啦。平常聊天都在聊什么？哦，很多哎，聊聊，但是同事嘛，都聊工作的事情，应该是工作场合发生的事情，然后追星的事情，然后共同朋友的事情，然后看电视的事情，什么消息互通的事情，对，消息就是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八卦，聊八卦，晚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是没有一个结果的，对，我不知道就可以啊，对，然后就没了，这样简称八卦，对，选秀节目的事情很少，你说会聊哪一个最近有的新别人的还是我们的？别人的话有看就会讲，我们的话不会，别人的有看就哦，对，我们你说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已经聊完了，已经聊完那就叫做当天当那段时期的八卦，对，节目啊，你说我们看的节目，我们看的节目会啊，就是会，如果我们一起看的话，对啊，对，哎，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而且我们有时候无聊没事做也会找一些选秀节目来看，对，因为选秀节目蛮有趣的，比较有内容，对，但是有一些真的不感兴趣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也觉得跳过，对，也会觉得那选秀节目颇无聊这样子。我觉得主要是有没有兴趣，对，那个节目可能选手也好赛制歌曲有没有兴趣，对，很好聊耶，林月很好聊耶，好聊的，你知道，就是很开心有一个很好聊的对象，然后我有时候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想找他聊天，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啊会不会有点吵，然后就不想要太打扰别人了，好笑，聊得完吗？有时候林雨看起来有一种感觉要聊完的感觉，就是没有要继续聊下去的感觉，会吗？对，看话题，因为什么都可以聊，就说今天我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你有这个东西，就是你有这个资讯，但我没有这个资讯，你可能会跟我说你的资讯嘛，但那个可能是我没有涉略到的范围，所以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的听你讲，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也没有兴趣这个话题嘛，所以我就有一种就听你讲的感觉，对，偶尔会这样子，然后就是就会聊完了，看起来没有兴趣的话就会聊完了。但还是会讲，对 ，Aki 会累吗？你会先累吗？好像不会累，聊天不太费力气。但是我班，除非那种物理累，会很睡着。真的物理累了。有一次，这有丢脸吗？这个可以放在那个糗事上。但也还好，我觉得还好。但是很神奇，哎，但我好像有跟他，我有没有讲？我还没有讲过。对，前几天呢、啊。对。我在宿舍看电视，就我们说要一起看电视，然后有几乎快看完了，对，快看完了，对，剩后面一点点，那再看一看，而且我前面我还在跟你讲，我在讲其他事情，
讲一讲之后，我真的很累。我那天因为通常我会等林雨走了之后，就是他多晚走我都不会睡，就是他由他来决定他到底想怎么样。但有时候可能真的很晚，我就会跟他说啊，差不多要回去了，或者说啊，我今天要早点睡觉什么的，就会我们就会说拜拜。然后我也是把他送走了之后，我才回去睡觉，就很少很少。很少在，就是很少先睡这样子，然后他讲一讲话，然后我就，而且我还其实我已经有预感我可能会睡，因为我好累，然后我还把那个，因为我们沙发还蛮好躺的，然后我还把那个枕头就是弄得好好的，我就这样躺着，随时抱一个后面躺一个，对，超舒服那个姿势，然后他讲一讲之后我就，没有，而且你前面全部都有回我说，哎、欸，那个怎样怎样怎样，他说然后怎样怎样。什么？而且我是我说，比如说，我有点忘记我讲什么，但反正就可能我说，哎、欸，他今天穿红色衣服、欸，哎，然后你还会啊什么颜色？我说、哦、红色。但我这个我有记得，对，就是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说哦什么，他说哦是哦那，就是哦都全部都有回，而且都是回对的东西，对，我记得这个我记得，然后有问题还有发问这样子，然后就突然我就突然因为睡觉的时候呼吸声不比较大嘛，就是这种，然后我就突然听到隔壁怎么睡着，而且是。前一秒才刚回完我的问题，下一秒就睡着，而且真的是睡着那种，因为是，就是没有东西，超酷。然后后来大概五分钟，大概睡五分钟，因为我接电话，对，我说我也怎样怎样怎样，你是接电话，我以为你是打电话，没有，哎呦，我接电话。我忘记了，应该我妈还是我爸。对吧？假设是妈妈，她说。对对。我以为你是说，妈妈我要回家了。我以为是这样，因为我睡着了嘛，她说哦，林允看到我睡着，马上就要回家了。差不多，我应该说我要回，应该是差不多，我就说，哎、欸，我差不多几点这样子，对，然后之类的。我要回家。然后我就醒来了，因为讲电话的声音嘛。对，然后就醒来了。我就之类的，哎、欸，但五分钟也蛮久，我体感可能就是眨眼，嗯，眨一个眼，因为我对啊，真的好累哦，那天好累，对，我看了，对，然后但是我睡了那五分钟，然后醒来之后又其实有好一点，嗯，短很短的睡眠，然后我们还是一起看完那个后面的一点点结局，那个看电视的那个，我就是坚持那一集要看完这样，选秀节目哎，对啊，但是有点。我们都只看舞台，嗯，我们就把那个跳过，就不看内容，看舞台，听听看老师讲什么，嗯嗯，小青睡了，好机会，赶快走啊！你又不是，我后来就看完，然后就走了，对对对，但那因为那时候也只差大概十分钟左右就看完、我们就看了十五分钟左右，十五差不多，然后，哎、欸，结果我想说，哎、欸。还有后面、欸、然后就说没事，你就下次再看。我记得第二天还要练舞，还是没有了。哎、欸，我以为是看完，是看完的啊，没有没有没有，他说还有下半场，说哦有下半场哎、欸，啊、我就说下次再看，就前几天把它看完。嗯，哦，不是那一天哦，是那一天你睡着，不是前。周末的时候，嗯，周末的时候睡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完全啊，但是哎，那不是，那是星期日，嗯，因为跳了一首很累的歌吧，我猜，那就睡着，那就很早起，对我睡着，对一件事就蛮好笑的，很酷，继续。而且他原本在跟我聊天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就是也是一些无聊的事情，对对对，真的是无聊的事情，就突然看到可能别人发现动态之类的，随便讲的话。是吗？今天也是来说说，哎，谁谁谁有什么跳了新的舞什么的，共同朋友，共同朋友 B， 好，算了算了，我不知道，反正朋友 B 出了新的作品，我说还是。
看的吗？之类的。这个吗？两人如果下次要再去出国的话，就要去哪里？哎，好想去日本哦！去啊，走啊！感觉暑假可以去。我们上次去大阪嘛，但我们下次去东京。哦，好啊，东京好的。之类的，去东京可能可以考虑一下。韩国。对啊。我就说很想找人陪我去越南，没有人陪我去。王一家吧。哎，他看起来比较有机会。因为等等还会去宿舍看电视吗？明天看明天要做什么？明天几号？明天好快哦！明天一号哎，都可以啊。看完了，我们要看的东西快看完了。一号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手机在那。没有吧？你是不是有工作？忘记了，我不知道，我这几天完全。太多了，然后不知道每天在干嘛，真的不知道每天在干嘛，乱，靠行事历为生了。而且我今天也被吓到，就想说，就是因为那个有时候行事历也换很多种，换很多时间，所以就是改来改去，然后好像没改到什么，又没放进去什么。但是有时候看 LINE， 看 LINE 就是一直每天都要看 LINE， 然后看一下工作群上面。就是一直滑记录，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好乱！我礼拜一就被吓到啊，就是我礼拜一我是30号工作，但我以为是我以为29号那一天是30号。对对对，然后就吓到，我说日期跟那个没有对上。对，日期跟现在的日期没有对上。对，我知道23号动作，但今天是几号的那种感觉。对，而且练习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5周年要练很多歌嘛，就不一样的歌。25首以上这样子，因为 top bass 25嘛，25首以上，然后就是，反正台风天也有关系。对，台风天、啊。台风天，然后就是后面就有点大乱，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借教室也是要看时间，就是舞蹈教室使用舞蹈教室也是要排程的，然后跟老师的时间，就是大家可以的时间，所以就是，哇，大乱了，乱七八糟。然后最近也是在努力5周年演唱会中，没错，蛮好玩的。对，我喜欢这种感觉，忙碌的感觉。对呀、啊，虽然每天都很怕自己到底错过有没有错过。这主要不是说累不累的问题，是我很怕忘，就是记错时间。对对对对，或者是说，没有练到什么之类的，真的很有趣，不觉得很有趣？因为还是蛮久没有。演唱会，然后现在又是跟新的后辈们一起合作，然后就会看到，就是我们除了那个电视，通常在开始看新的东西之前，我们会先开那个我们的练习影片，来看老师更新什么新的影片来看，这样来看一下，然后看完之后才会开始看我们的电视。有一次林依云留到了7点。原因是我们看完我们要看的东西已经4、5点了，然后我们还打开了陈夏毕业演唱会看，然后就这样看到7点，早上7点，看超久哎，那是不是台风天第二天呢、啊？那我好像就是真的是第二天，就是后一天也没什么事情，因为台风。对，台风天早上7点，然后他还约我们我去吃就是午餐，然后。约1点醒来，然后刘晓群，然后我说睡觉，我说1点醒来的话是1点要出门，吗？1点要出门？没，2点半出门，1点起床，两点出门，然后1点起床，然后7点走，那我可能差不多8点才睡，9、10、11、12。哦，其实也5个小时，但我真的好累哦。我跟他说，我还想要继续睡，好难得放你鸽子，也不是放你鸽子，跟你说不能，不然的话我就说要去吗？去，好啊去。然后我就一个人很无聊在家里玩的。为什么不看完出去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的。上星期，对，上星期，天啊，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对呀、
快没电。一个半小时嘞。对呀、啊。我们还没有吃晚餐。对呀、啊，差不多。你剩多少？到十点。要不要到？到十点，嗯。我不知道我剩多少，我现在。哇。啊，很久的事，我想到了。嗯。这个我换了新的手机壳，我买了，我按错了，我按了新的手机壳，我按了两个。那想说怎么那么贵？就是我有一天我的手机壳拿去拍 reels 之后，我把它拔出来，然后就放进，因为原本我后面有凹凸的东西，所以就是放不进去那个支架，所以我就把它拿开，然后放上我的支架之后，我就发现忘记那个壳放去哪里，我想说不见了，然后找不到，然后说哈完全没有壳，裸机，然后想说有点可怕，然后就去订了两个壳，就是这次订了两个款式，就想说如果之后再不见一个的话还有一个，然后呢，就是后来我又找回来了，然后那个还没有运到，然后终于我的新手机壳运到了，是一只兔子。错错，看看大家，我的是一只狗狗，两只，对，然后我不小心按到两个，小阿姨浪费钱，这个原来是 iPhone 15吗？生日会抽出去，脏了还可以换，但你已经本来就买两款，原来是 iPhone 15吗？大家说我不是 iPhone 15，可是为了要这个手机壳，我买 iPhone 15。我想看狗，一模一样的狗狗，这是狗狗，很像哦，很蛮像的。但你是兔子，我是狗狗。嗯，我是兔子 ，My little rabbit， 好可爱耶！我现在都喜欢买镜面的，因为这样真的是很方便。嗯，我的也是镜面。嗯。这不用另外戴眼镜。和1001有专属的小组名称吗？没有但是我们的群组名叫 Y， 哦，没有两个群组，你知道吗？有一个群组叫做摩托咖喱。啊，你说对，那我们有三个群组。对啊，我们有三个群组，然后一个群组是摩托咖喱，然后另外一个群组是。0KY， 对，啊 ，IG 的啊，有，嗯 ，IG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Line 的，是 YK， 我比较喜欢 YK。零 KY 听起来也是 KY。再讲。林雨欣要拍那个扩一真假大的时候，他说到底要不要接衣服拍，他想要用梦之中那件条。然后我传了一个讯息，然后没有人要回我，但都问这是什么，那个奇怪的歌啊，我寂寞寂寞寂寞寂，就是这个，你就说，我说你们听啊。他是林雨欣说他的扩音增加，他想要用迷幻关键帧啊，我好想要迷幻关键帧，我回他笑死，林一还没有退，他要退群，他在外面吗？他会等我们走吗？我不知道，感觉不会。十点啦，还有题目的，还有题目吗？有这个，但这个感觉要讲很久。嗯嗯，有趣，差不多。OK， 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直播，今天有一个重大宣布。没错，我们要一起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你要说真的假的？真的
假的？当然是假的啊！没错，我们要一起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啦！ Yeah. 所以到明天开始，明天12点我会再开一个，不一定是12点，但是明天会发一个限动去问大家，就是我这边是想问大家 YouTube 的题材，你有什么想要看我们拍的吗？那玉允的话是，我们的频道名字就是大家想要我们叫什么名字都可以来投稿，嗯，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的频道开启，嗯，然后会在8月底附近吧，大概预计，然后差不多是这样子。今天主要是想讲这个，没错，顺便一起直播，没错，那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说拜拜了，谢谢大家。那我这边先面板，手机快洗掉了，洗掉了。Hey.我来了，期待马拉松哦，也不是没有可能。好的，好的，实名浩毅，浩毅，谢谢浩毅。第9名是小杰，小杰，谢谢小杰。第8名是坤坤。谢谢坤坤。第7名是阿北，谢谢阿北。第6名是杨公公，谢谢杨公公。第5名是恰拉咖喱，谢谢恰拉咖喱。第4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3名是中和喵喵，谢谢中和喵喵。第6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1名是微积分大师，谢谢微积分大师。谢谢大家。那我先关了，拜拜。好的，大家，我手机没有很习惯这个趴数。好的，大家拜拜，拜拜。